囚禁了一个美丽无辜的女孩，他们将把女孩作为祭品杀死，来完成他们的祭祀仪式。女孩拼命地想要挣脱，想要做最后的尝试，但是她无能为力。他们是魔鬼的爪牙，他们要用最最残忍的方法杀死祭品。他们要使用的是死亡冰床。女孩今晚在劫难逃，她毫无生还的希望。在这死亡冰床之中，女孩还在拼命挣扎，她想要奇迹出现，她想要逃出虎口。魔鬼的爪牙们开始了罪恶的倒计时。悲剧马上就要发生。女孩奇迹般地出现在了人群当中，这是魔法创造的奇迹，这样的奇迹也只有在魔域有道才能看到。